家运。因为我的施法很容易就可以抓得到了，稍微卡住动一下就可以抓起来了。不要担心啊，你安全了，你安全了。没事啊，哎呦，不要凶，不要凶。黑色的。大家记得自己看哦。面哈，我也不想要它太软，还是有点硬，不过没关系啊。会像石头一样硬吗？当然不会啊。咔这样子。我要弄进去喽！终于到了我们煮饭的人最开心的时候了，就是要吃它。有多少吃多少。十喽，八、十。等一下，大嫂给我。有人要认养猫哦。我现在冲过去。快快快！就是有人要认养小猫。哎，他们哪边看到资料的啊？我在网络上有偷啊。你们在网络上偷的、欸？比如说这一只全虎斑呐、啊，哈、欸，它俩家里窗户啊、门啊、窗户，就是不要让它被跑出去这样子。不会不会，因为我们家也有养猫啊。你们养多久了、啊？两年的，也是流浪猫。我想说要找个伴。哇，跟我家的猫咪好像哦、喔！有机会的话，我想去看。好啊，来，我来当猫。哎呀，那你留下来啊。是哦、喔，它、啊、跟我那个刚离开的猫咪简直。好好好，如果还没有命名，你们可以帮他命名啊。好好，哇，你有新家了，乖哦，乖乖乖乖乖乖。你去大风带后都不飘。罐头也会吃到哈，罐头一定吃啦，多吃啊，蛮健康的。今天叫阿鲁米。阿鲁米，阿鲁米，这只猫并不错。OK， 那大伟见。好，好，拜拜。那我先回去哦，大伟就去他那边。吓死哦！爸爸一定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东西你们吃啦，我这个命什么的。”他又要讲的时候，然后你们就给他先讲起啊。他就会说：“哦，怎么被人抢了？我要讲什么？”要说什么？下次给你吃啊！你们吃他怎么了？你自己看怎么吃。老师，我吃，我吃。好了，这样吃三次够了。不过你们吃就满足了。哎哎哎，汗水。哇，太像了啦，妈妈你看，阿猫，阿猫来，很像对不对？哇，还是蛮，不怕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就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可爱哦。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就是都在这里，还有二楼、三楼也有，都会这样，都让他跑。阿喵，阿喵，因为他有带那个铃铛，所以他知道他在哪里。对，我刚才都听到有声音。天大地大的都是你的哦，那这边这边也是。哇，我觉得你们家好棒哦，好大。这边有一个猫砂盆，然后一个哇，然后大猫对小猫容忍力是很强的啦。它刚回来就很生气，当然了，哇哇叫嘞。一定会的，一定会哈的，因为是它的领域啊。那它在这里呢？在这里，那可是它好像跑进去这里面，它才会躲起来。阿鲁米，阿鲁米，那这个可能先关起来。真实版躲猫猫，人狗去哪了？先至少确定它的安全好了。我这边，我这边贴牌呢，这个头哈的，这个头哈的吗？这里呢有没有？妈妈好像进得去。妈妈是沙发里面呀。好，先找到安全的地方躲着了。有阿鲁米来躲在这边。阿鲁米出来。好，阿鲁米。好，那个。今天带肉你哈。看起来给他吃一个猫。阿鲁米，恭喜你哦，一个新生活。这个拉门做那么高，就是让它方便啊。酷哦。阿猫是阿哪来啊？伊妈妈生包括我家，但是伊拢加黑暗上来，丢了大概一个礼拜，他就把它撞我的脚。我就把它抱进来，那其他的喂得到，可是摸不到。阿猫来，讲话啊，阿猫乖，讲话来，对，不怕啦，不怕不怕了，不怕了。啊，你好乖哦，对，来，你有摸一下。他现在几公斤啊？6.5，跟妹妹讲一样，全身湿巾。他之前都没干净捆吗？哎，把他当小孩啊。你人真的很好，要我不会欺负动物啦。我要请大哥来帮装红旗妹啊！好，我哥一杯黑。哎呀，敢管啊我而已，会吃醋啊！啊，你要好好的保护阿鲁米哦 ，OK 吗？好不好？哎呀，咬我，你咬我，你咬我，有没有怎么样？没有啦，习惯了啦，猫咪咬是正常的啦。好，拜拜。啊，路上小心哦，哈。好，拜拜。谢谢哦，拜拜。我的手好痛哦。
还是没有看到那只虎斑的哦。对，今天没有出现。好了，那剩下五斤了，还有五斤的妈妈。